拍照小朋友特别可爱。对呀、啊。嗯。两个都是从小看到大。嗯。我们是认识小朋友很多的，因为红猴也是嘛，从小看到大。嗯。哦哟。我以为你要掉下来了。他很厉害，然后经常看他在那里晃啊晃啊。他们从出生就要紧张住他吗？这边有一个小朋多吃，我都没有什么紧张吧。